等等，看这什么了？哎，这个任务我可以完成了。不是，哎，我不是把钱拿走吗？不是，对于我来说很简单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先说啊。你这手比我媳妇儿都快呀！我拿着放心。这一百块不是让你花的啊，是道具。啊，是道具。为什么给你这一百块钱呢？嗯，就是等一会儿啊，你要把这一百块钱送给一个陌生人，而且你一定要告诉这个陌生人，这一百块钱是你欠他的。哎，兵哥，你别玩我了，行吗？这目的不是玩你，目的是把你玩死我，是吧？玩透透的啊！偷偷先回下头，看着后边有一个穿半袖的一个男生。东北男人，你懂的啊、哦！我这真不好弄。哎，哥，哎，那个你最近挺好的，哥，挺好啊。那个我把那钱还你，哥。卖了，没有事儿，客气。没事，哥。哎、啊，你先拿着。到着到着了，那吃饭没？没了，没了，哥。吃点饭，我也没吃的。干啥？那服务员啊，有套餐呗。我也没吃饭，你上这儿啊？没事，哥，那钱我就先还你了，哥。客气了，拜托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也着急。哎，着急，来。两个人开始吃上了。啊，没事，哥。嗯。哎，来等我。哎。啊。哎啊啊！行啊。不是